我们先去买那个能力，先把能力强化吧。探险巡逻，对，这个先升级。进化，我的星星还很多啦，可以。哇哦！探寻队已经进化为辉煌探寻队了，好帅哦！这个双枪哎，各位，蹦蹦蹦，呜呼，biang，好好笑，偷袭瓦豆鲁迪，他想说干嘛啊？不帮你做武器了，不讲武德。帮你强化武器来打我，哎，这样子我艾菲林也可以打吗？好好笑哦！原来在村庄里面都可以攻击人吗？保护费交出来！哇！刚才就是你招商店当我的奥客吗？啊？因为我拿错了酱油，就跟我发脾气，还有我拿不到薪水，就是你们两个吧？老板，给我加薪，我要加薪，薪水那么少，做了一次打工才55块，人家时薪都100多块了，薪水只有这样子吗？我不干了，老子不干了。嘿嘿嘿嘿，嘿嘿嘿。